大家真热情咧，会手甲加油，要拼连任的民进党立委吴基明，带伊助选团去大家小巷拜托。吴基明看到人就拜托，因为新北的土城三峡选情真激烈，国民党的林金杰拍影片找大咖来助选，卖用车来扫街。吴基明嘛是基层一直跑，全力冲刺，还有土城少年人站出来给他支持。变电所室内化、迁移看守所，还有三鹰大桥扩建、三峡河整建，这些如果不是委员在中央争取经费，然后监督这些工程来完成，这些的建设都是没有可能完成的。无论是司法园区，还是金城交流道，青年军骑铁马西街所在影片公开出来，伫选举这个时阵证明伊的成绩。礼拜五我们有分三个路段，用徒步的，走到海山捷运站，来办一个我们的造势晚会。我们都要拜托我们所有的支持者都能出来力挺吴基明。团结一致一定赢。青年军大声喊口号，双方对决，土城哪里到底谁会赢呢？礼拜六由选民来做决定。民视新闻新北市报道。